哎呦，我啊，那鳕鱼吧，不要鳕。好，来。我发下来，知道吧？我发。啊，你啊，嘿。哦，一千八。有那个。两百嘞。来，刷你是几分钟？来，刷你电话到底哦。 铁路排骨啊，咸鱼啊，搁刷二啊，搁啥？多一千吗？多一千吗？即马细袋啊，即马一袋五十。伊讲工程无大只，伊要来切。你一袋五十，你要几袋？四袋啊？你讲这啊？要七袋啊？我是讲多一千嘛，一袋五十啊，两百加四袋。 好，那看下个吃啥物。阿叔，鸡块，啊，几个在收票？我买了三个鸡块。鸡块，鸡块刚好要来。鸡腿排，鸡腿排。海鲜排行。 这里铁板买两百吼，迄完美啊，好啊好啊好啊，伊这几率做好少啊，真正，因为我坐过来，今这真正上车拢好好。我那里看不得。我奇怪，没啦，伊讲没啦，没啦，没，拍死，拍死，臭屌，还上顶管了，哎，无只五百。 五只五百，嘿，五只五百，啊，这海鲜排一百了，这十块一百块嘞。这做好吃，这拢吃吃足香的呀。啊，这海鲜排够两个来无？有。谢谢啊。我啊，一个六只三百，六只三百，好。 这个就来收钱，他做你钱收嘛？我收啊。我带一点糖。没糖就没糖，没糖就没糖。那我来冰个冰啊，这。好，OK。这个包包。好了，哎，套冰了。这是兄弟的。啊，这里够啥物无？够了，我来送。来，两只三百。啊。那我来带，我来带，我只两万，我只两万，直接把它送来。全部给你送。 这个简单，哇，对，也有刷礼呢。一千三百，一千四千七啊，差一千八。1800。啊，这套这个无法。你要先不要动手？冇见，冇见，冇见。 哦，你顶啊，这个我做生意最后一个。顶啊，这个，重哦。来，阿个要啥？大你要啥？好啊，来，你只要要三百，你直接还我可以。安尼啊，我给我包你。 你这几块要三百嘛？你要用几下底做诶？好，分开哦。好，安尼四百两块，歹势啊！有当时啊，无会三百几，讲讲着。分开啊！我帮我分开一下，分两个就好。安尼四百两块，你要偌济？哎，不然你一双，我放下我去。汽车上我都坐啊。 好，好，五万五啊，好，五万我来算，好，啊，来手段啊，这基地工作只要这样几个，好不好？这多少钱嘞？
啊，咁多啦。一、二、八、八、八、十、八、八。啊，都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来个来个，我玩哈。我很喜欢。哦。来。所以嗰啲蚵啊，麻痹淋巴啊，好啊。下車。你起碼攞冇用，你用皮袋嘅，我冇用。哦，老闆啊，謝謝。你起碼，謝謝啊，起碼一包成本就105啊。好少嘅，我做做自己嘅冇錯。三，四，五。我過嚟幫你食啥物？那我要洗澡。400，阿叔阿哥，你讲要食啥？我讲多，你要食啥再讲。好，我开车。来，毛多少钱？我开车好不？一一包一百尔，你讲要几包毛去？伊内底有大肠鸭胃，多好食。我多少钱？差不多。好啊，来我来试。这用我烧了，叫方便好了嘛。一点点啊，遐嘛一点点啊，就是先小看咧。我再去找三包，我这样。你要毛冻，三哥你要偌济？好啊好啊。我四只三包嘞，四包、五包、来六包、两包，用有啊。谢谢啊，这。他给他多喝水，多喝热水。安多师傅，阿硕伟哥，哎，美女，你要吃什么？他注意了。来，给个方法，姐，给个方法呀。再搞两块面条。哎呀，小面条变龙虾了，我给你一个，哎，赶快啦！好了，我给你买面条，面条都冻起了，哎呀，无啥。你老爱钓龙虾，哎，红沙个钓龙虾，外口买无，哎，假货。总共四只嘛，够咧加冰，哎妈！我倒台，我都未操作了。来，感谢大哥的支持，谢谢啊！他们里面来啊，他们多了。这个无包装啊，一两包，然后这三包。你好食啊？好。伊个是啥物？三百七块。哦。那上面叫什么？是啊，你买啥物？你买包是啥？鸡卡。啥？鸡卡。啊，你今日买啥物？伊个一只一包嘞，三只鸡两包，
十块了，十块了。麦克牌啊，无去牌。无你还够钱的咯。接下来，老赵。轰炸机啊，轰炸机，我真心把你推销了。你若轰炸机无吃，你真正来搞叫啦！你来去轰炸机，大家都讲。一包五十块，两个好食，较靠了。你甲介绍轰炸机啊？你试看卖啦，绝对无你失望的啦。一支五十，一包五十尔，吃下你就知啊。有啥物？有啊，落迄个，落迄个啥物啊？你去食鸡翅啦，后壁去鸡腿啊，系啊。哎，你试看嘛，绝对袂你失望的哦。来来来，美女，请问制服哦。